拜拜拜！现在我们在哪里？要我买呀！对了，我们在观景楼，在摩天观景楼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两年，对呀、啊。已经有拍到一些，看看他是几岁的，看看他拍吗？哎，我换个角度。又是他那个老乌龟。好，有一群呢，我们误会是恐怖分子的人，但是其实他们还挺好的，帮我们拍照。现在来看看，这是陈家雄，他是我哥哥，今天他穿着非常邋遢。好，现在看看我们新加坡的景色，对。在远方看到，那就是男人的天堂，阳龙。这个是点亮的吧？哦，嘎啦那边啊。好，来看看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那就去呀。有热水吗？那我们就去看喽。哇，漂亮一张哦！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商业区。对的，来给你看看机场车，来看看，看得到 F1 的跑道吗？啊，那边看得到没有？对，这是 F1 的跑道，那更要给人物看了。OK。来，我们换个镜头。换个镜头。慢慢走。拍一次说。来，换到我。好，看到榴莲壳了没有？慢慢走啊，慢慢走啊。新加坡还要进行刷新。有事看。好，这就是新加坡最出名的一个新的景点 Marina Barrage。 诶，我们还有 Hippo 哦，这个 Amphibia Vehicle Stop Tour。头是有点晕的。Oh my god！ 然后就慢慢按钮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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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